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摘，要他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先接我，他一劈崩死你。爸爸，我看已经聚会了。好，那个一会儿开门就往对手脸上喷啊，烫死他！遵命，预备，发射！见识我这劈的厉害了吧？站那儿，杀我兄弟就该走呀！还敢来？看我！坏了，大招飞机还没跑来着！这还放不出来了吧？兄弟们，趁现在杀！这上炮不假，一百摄氏度的劈确实厉害啊！这飞机太长了，不适合打团啊！